害我妈妈手做不了家事也算牵拖。每一次季节交替，我总觉得我的手腕跟手臂都没有力气，有妈妈手，导致于我没有办法好好正常煮饭。你的肌肉真的就是不够力气，对，糖类太多，淀粉太多，好的蛋白质太少，预防肌少症，足够的蛋白质也是很重要的。谢谢李医师，洪医师耶，你也是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